我阿婆来了，去桃园机场捷运接阿婆。第一次，想着体验一下机场捷运。睡了吗？在台北车站，沿着指引一路走到桃园机场捷运站台。从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，搭乘直达捷运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。如需搭乘，注意预留时间。帮阿婆先采购一张悠游卡，在这个柜台需要使用现金购买，卡内押金100元台币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我们待会儿要去 Tier， 走啦，去接阿婆。这个小猪毛，一手猪毛。到了，桃园机场捷运站台。搭乘机场捷运的人不太多，捷运每15分钟发车一班。很空啊。我们从台北站到机场第二航站。由于大部分路段是高架道路，捷运的沿途风光还不错。用背带背小朋友啊，站门口发呆位置是最好的选择，很催眠。抵达桃园机场接机层。嗨，你睡醒了？哎，孙妈妈 ，Hello， 好，好。顺利接送阿婆了，耶耶耶！放学了，跟老师唠叨他阿婆来了。看那个小宝什么的呀？跟朱老师拜拜，拜拜。然后又拉着另一位老师鉴赏了他的阿婆。看，